解说不的专业声音，有些猥琐，我接他问你而调，只为您那笑话的小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是来自于啊，我把它展开看一下，极光的曹妮娘1911给我们带来的 T32， 地图是飓风小镇，标准模式我们在右上角的村点位，32也是个美的车呀，美的车这个。脑袋硬的一逼，一个眼大一个眼小，这个表情有点怪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他怎么开，走个什么线。哦，看样子好像是想要到中场来骚一骚，能骚到什么东西吗？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看到了，他不出来，是个智商正常人都不会出来。哦哟，什么东西？哎，妈的，你这样让他过去了？目标被击中。啊！我们让他进去。进去的话，哎，不过也还好，火炮就两。他关键进去他很久不死，那这个就吓人了。其实最怕的是这种，而不仅仅是他简单走进去。那个今天周末上午出去玩了一下，太他妈热了，把老子热成狗了，回来就要被累死，我还是把躺椅搬过来躺着解说吧。在微博上发来一个段子，打开看一下。哎，你们无法移动，一直断我腿。哎，这个段子打开怎么是个空白的嘛？这是在逗我吗？该微博不存在，看来是被和谐掉。就说啊，他要过来强吃，但是后面有人，我们中他。哎，你慢点开火，你不就把他吃了？他还想冲过来，好了，这脑子都给炸飞了。干啥？你要踩头而过嘛？哎，你说卡住了怎么办嘛？这样？哎，导演，我只是说一下。我靠，等会真的卡住了怎么办嘛？手机怎么又响了？哦，京东又发货了。哎，为什么觉得买电子产品京东发货速度就非常的快，买点什么别的就慢得要死。看来还是得专门的京东物流才快。这时候他从中间插了过来啊，他这个时候你要选是左还是右？
但是你不管往哪边走，你都要确认你菊花后面没人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爽哦！好，把对面火炮爆掉，这个时候对面木有火炮了。哎，你个水货！你大老远下来刚一炮，结果被菊花给，哎，菊花杀，被一屁股坐死了，你敢信的？那这种的话，现在到底走吧？哎，靠，这有点烦的。要修理吗？啊，他自己已经修好了。压机漂亮，在防海往前推，这么屌？你进水这么深，不怕遇见雪爷吗？我靠，看来你是出门烧了钱的了。这么说的话，飞机土豪绝对不会被淹死。飞机土豪有的是钱，天天给雪爷烧，每天烧一吨，啊，每一张都100。妈的，那是有多好！耶，这个平板车你别掉下去死了！啊，我们把目标干掉了，发动机在冒烟。发动机好，把发动机给修好。否则机动性一旦没了，这个就要贵了。这个时候就他一个人啊，打对面三个他肯定有点虚。他现在上了金币弹，看我用茶叶弹揍你，你慌不慌？来嘛，不是被击中，发现目标，装甲被击穿，目标锁定解除。哎呀，目标未被击穿。哎，不是这，好漂亮，妈的人品杀，好，我操，连续两次人品杀，你牛逼，这怎么招得住嘛？哎，你赶紧走呀，妈的两个尸体把他挤住了，这你要是不赶紧走，等会那个 AT 过来刚了你。本来这两货想着两个一起上来绝逼死了，结果尼玛怎么来的这一招嘛？哎，就没看懂了。哎，能不能出来了？你别告诉我你出不来了。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哎，这招得住你？看一下啊，他打算要干嘛？哎，要不你去他家吧，但是被逮住就死定。哎，正面遭遇，哟哦，等他先顶，等他先顶，你不要急。哎，你不要顶啊，他那个射速快啊。好漂亮，我操，下一个目标。你妈，这人品爆棚啊，当然技术也不错。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这个 QQ 邮箱来联系到我， QQ 邮箱是76785852，这个点看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。我靠，后面那个安德森奴啊，不，刚才一晃眼看成安德信奴啊，我一看什么妈的信奴啊，好吧，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再见。